嘿，牛啊，啊醋有无？醋嘛，你啊较浓哦，醋咪是会作酸个喎。分子分解分子种啊，分子分解分子种啊，分子分解啊，怎么变低呢？哎，你也不相信啊？明天试看看，试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物理学家就会发现，我们人事物一都是一团分子在跳动，非人非物都是人。所以《奇迹》这本书，基尔博士已是哈佛医学院的脑科博士哦，权威哦。你在39岁那一年，左脑中风，他中风在左脑，中风之后发现什么？他每天就非常的快乐啊，好像活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很不想回去中风好，不想回好，因为自从中风那天开始就无比的快乐。哦，他才发现原来他左脑中风失去功能，所有的痛苦都在这里，都在左脑，没有左脑人没有痛苦，右脑呢，它完全是个影像，所以。他中风好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奇迹》，当选演讲人类百人之一。你看一本书有多厉害不？为什么？因为道出的很多人的问题，让人几乎不用修行，几乎有开悟的智慧，是因为他本身医学博士权威之后中风，他看到这个宇宙，他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连在一起。你现在你坐椅子虽然很靠近他，你没感觉你该念智慧，其实你该念智慧，因为中间有空气，空气还是很多的分子，只是无形无色，所以你的身体跟身体是念智慧，你了解吗？所以如果有慈悲，慈悲就像胶原蛋白、哦、它无形无色，但是把人类都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佛陀开悟以后他只有讲利他，利他讲布施就把宇宙的真理讲完了，助人达成目标，共创美好未来。我帮助你就是帮助我嘛？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跟你是同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可是我们有左脑，有强烈的分别心，有强烈的自私心，有强烈的执着心。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啊，哥哥还是哥哥啊，你还是你啊，只是你是我哥哥而已啊，对吧？我们强烈的分别啊，执着啊，自私啊，它从哪里来？从左脑，左脑会保护自己，所以右脑存在的时候，它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快乐，没有一点点痛苦，只是它忘记。他姓什么？他忘记他们家电话号码，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左脑的事情。但我跟各位说，你是记住这个本能的，所以你不断的念，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或是不断的念阿弥陀佛，或不断的念阿弥，没有任何语言的时候，你的左脑就会慢慢没有那么活跃，慢慢右脑就会显现，那个佛性神性就会出来，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你那个道理完全通以后，它不是因为从成果来建议，这个道理是真的，它已经从成果给你显现的，只是因为你不懂得相信而已。所以你不要小看念色这句话，你开始念的时候，语言意念转动那个分子改变，因为你要让它分解，让它转化嘛。所以如果在外面突然间头痛很难，你开始摸着头，分子分解分子转化，很快它就好了。在念的过程里面，因为你开始相信他的好的时候，他开始转化，所以不管做什么，从相信开始。如果你不相信，念就分子分解告柯林，分子分解告柯林，啊，别念的啊，你就卖相信就好啊，那还要念？啊，要念嘛，别不相信，你真奇怪，吼、哦，啊，不相信就规矩卖念就好啊，啊，分子分解告柯林，分子分解告柯林，啊，就所以，我要甲各位讲啊，讲这种无钱的，但是你发现它有效的时候哦，就价值非凡的。因为你可以帮助你所有家人，帮助你所认识的人，这是6、8字真言，最后送你10字真言，这个非常有效，特别对癌症病人，很多病人都非常有效。好、哦，这10个字哦，哈、哦，细胞记忆，哈、哦，4个字，细胞记忆，哈、哦，创造原点，我们细胞有本来的样子，那个原点，然后转动。这10个字哦，我再讲一遍：细胞记忆、创造原点、转动。如果有人肿瘤，你摸了那个肿瘤，告诉这个细胞，因为本来没有肿瘤啊，是现在肿瘤啊。它本来有没有肿瘤？没有，本来是健康的。所以你跟他讲，细胞的记忆要重新回到它本来的样子，叫做细胞记忆、创造原点，开始转动。各位，很神奇的，肿瘤慢慢消失。因为我跟你讲，细胞真的听懂你讲什么，所以你在医疗病的时候，你对你的细胞没有信心，它软弱无力，医生主流化疗也要不啥好，因为你把你的细胞说我对你没信心，
他一直接受到你这种无力的磁场，所以软弱无力，你了解意思不？好、哦，所以什么先行人助人好是什么意思？先行人助人好，你对着这医生的时候，你要对这医生有信心，一用好你的药啊，对你产生作用，因为作用从你相信开始，这十字真言，这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方法。好、哦，有一天也许你会发现这种法门，也许你会发现你必须要花很多钱才得到这个上课，其实有时候免费的不一定各位会很珍惜。可是世间最珍贵的是免费的，就像空气一样。 OK， 好，我们开始讲保健食品。第一瓶台湾来的保健食品，第一瓶就是哪一瓶？保卫士。这瓶来到台湾没有人讲，我第一个开讲在桃园，结果讲完了就有人把这一瓶保卫士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国王的聚宝盆，大概卖了20万片有哈，大概有20万人听过这个 CD 哦，国王的聚宝盆。好，这瓶保卫士，我第一瓶讲这个，这一瓶是西医第一瓶仙丹，各位，西医第一瓶仙丹就是这一瓶。怎么说呢？1995，自由基理论得到医学诺贝尔奖，自由基的理论。各位，你要让西医相信有仙丹，这不简单呢？为什么？西医的发明才来自牛顿物理学，牛顿物理学是像研究机器一样，所以呢，治疗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西医治疗症状，不治疗原因。所以治疗一个果，哇！你头壳疼，你挂病，哈、哦，结果治疗那个病的症状，但是也不会知道，不需要知道，不需要了解研究肝病怎么来，他不研究这个，所以他治疗结果，所以呢，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治疗，所以呢，结果呢，哈、哦，1995西医竟然发表这个理论，所有的疾病只有一个原因，所以简单讲，所有原因只有一个，症状有非常多。它变成这样，原因只有一个，哪一个？自由基，自由基制造百病。好，现在来了，你现在身上有病对吗？那就是自由基造成的，不管你癌症、头痛啊，什么肝病啊、老化啊，什么什么都是自由基。这个理论1995发布以后，得到全世界医生的认同，获得医学诺贝尔奖的提名。好，1995，好，现在医学家发现什么？抗自由基最强的是什么？葡萄籽，非常的强。好，我们这一瓶 CB 是葡萄皮为主，这个是葡萄籽，所以发现葡萄红酒轰动全世界的红酒，被联合国列为养生第八名。红酒，红酒是整个葡萄去泡酒，叫做红酒。好，红酒，它发现最营养的是葡萄的籽跟葡萄的皮，结果发现它的肉没有什么营养，所以各位去市场买葡萄回来，一定要会吃，懂得如何吃葡萄。好。把籽、把皮吞落，把肉吐出去。哈哈，还可以讲要恭喜，但是讲的是真话，对吗？哦，最营养这两个部分。那现在根本不用那么做那个傻事哈、哦。我们2000颗的葡萄，就把它萃取，就萃取这样3颗而已。好、哦，那它抗氧化、抗酒气非常非常的强，非常的强。各位啊、哦，我们啊、这个。前天我们在做聚会的时候呢，欸、才用这一瓶、哦、一个蜂窝性组织炎，看了2家医院，不一家还是新竹台大的，都决定那间要聚脚。结果呢，一天而已哦，吃我们这个 CV 而已，一天就不需要聚脚。隔天早上起来就决定要聚脚哦，从这个医院被聚脚，一个逃糟糕的另外医院，医院嘛是不会供聚脚，但是没办法，就吃一天而已，可他吃的量蛮大的，好，一个小时吃10颗。哇，对对对，啊，要救命了，猛吞了哈，救命猛吞哈。那平常不要吃那么大量哈，好，救命，但是需要。其实我十几年前就有一个经验，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有一天我接了一个伙伴的电话，他说：“老师，你要救救我，我是什么了？我婆婆，哈，也是糖尿病，卡诺几被顾卡，啊，婆婆被找细会，哈，一定坚持不要计较，哈，但是左肩好生，左肩心不拢贵嘞，讲妈妈咱来顾卡啦，今咱即摆来顾卡，啊。”而且妈妈婆婆讲哦，我得老啊，84岁，啊人拢爱死，啊人啊死，佮伊顾家足无尊严的，啊人死，我嘛84岁嘛是长寿啊，我嘛无怨叹啊，安尼死得好啊，啊袂使啦，你嘛，咱这后生做囝当然无爱放互伊死嘛，对不？吼、哦，安尼无法度，爱当硬去顾家啊，啊咱囡仔硬要拖去顾家啊，啊免落呢，免落无法度嘛，也较好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但是我是说啊，试试看啊，反正这个也没有副作用，好、哦，我是给他的量是早上10颗。葡萄籽，下午10颗，晚上10颗，这样2天你都不顾卡。好、啊，对，所以为了女孩子去做面哦，去做面一盖800块，哎呦，这一瓶多少钱？
这都几百块哎！你一早五粒，下晡五粒，一礼拜把这罐吃了，那一天做面八百块，这一罐啊七百块哦，减一包，减有这罐啊吃落吼，水到走无路。所以你看那个美容师，美容师如果说印做美乐家，我觉得他要上总监太简单了，你准备来这边呢，给他盖小酒馆，真的是很棒。那抗自由基其实它整个对啊，整个的漂亮来自于体内的清理，简单讲它就也是没有离开清理，把自由基清理，可是它的漂亮美容之后的那北西晒一种水，它的气色非常的好，很健康，所以我非常推崇这一瓶哦。所以说这一瓶也很好吞，它擅长的是什么？肝病、皮肤病、异位性皮肤炎。我印象很深刻，在十几年前我在这里演讲，我讲完有一个伙伴来问我，说老师你说这个哦，异位性皮肤炎多少多少，我吃一顿都不好，他吃一顿哦，说不，我说不可能不好，只有量的问题，我跟他回答这样。结果他怎么吃？他一天吃两颗，一天吃两颗。我说如果你经济可以，我建议你回去早上五颗，下午五颗。啊，吃那么多量哦，可以吗？没关系啊，如果你要请我，我现在吞一罐给你看，你要那你请我，你请我吞啊。啊，我的探底啊，啊这个配得几多呢，对吧？你配得吃几斤在这里吃啊。好，这是被测试过的，但我在这里讲不是鼓舞你一定要吃这么大量，但是我希望你如果好有问题，治疗不好绝对不是没有效，是量的问题，量的问题而已。因为你那个垃圾那么多嘛，用一点点水有办法。所以我有一个开玩笑说，如果比较有钱吃得少量的，吃一点两粒，如果比较散的吃得大量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吃一粒无效，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你太好了，没关系。啊，你若散佫无效，哎呦，安尼我也唔甘呢。你个人的经济介歹啊，佫破病，啊佫食一粒，啊结果是无效，愈散食啊大量嘞。为什么会很省钱？各位，让各位算算看，一天吃两颗，一瓶吃多久？一个月。三十天哦，对吧？一瓶哦，那个来问我那个人吃一年哦，吃了十二瓶没有效，异位性皮肤炎。伊来问我了，我讲下在五粒，暗时五粒，伊等于假熬呢。我甲解释讲，即个量较大，无副作用。伊家己假熬，伊安怎食？伊毋是像我甲讲五粒五粒呢，伊怎啊加两顿五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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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伊假熬，我无甲讲安尼，家己讲安尼哦。因为异位性皮肤炎是真艰苦的物件，一个礼拜完全好，都是种较省钱。一个礼拜好比较省钱哦。所以呢，经济歹，食较大量啦，做好加食较少量无要紧哦。好，真的。所以，如果这三品刚刚吃的人，这三品刚刚吃的人哦，如果你这个月都买保维士，39点，你听我的话，一天10颗，把三品吃完，那个月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保证比你平均吃完这样两个月把三品吃完，效果好的太多了。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那完全，你吃两颗是个保健的，就是你很健康，在清理你的自由基那种。那你现在是有病啊？那你用又有病保健的量可能是不太够的，而不是它没有效。它对皮肤病真的我没有看过一个东西对皮肤病比这个更厉害的，过敏、白内障、肝病，这个各位相信这个皮肤病跟特效的对眼睛。所以如果你眼睛不好，吃了观世界以外，一定要加这一瓶。如果你眼睛已经很不好，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会劝大家那个手机看完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睛明穴按一按啊，这个眉心跟眼心这个地方用这个样去按一按，让它舒缓一下这两个穴道，跟吃观世界效果很好。如果你吃了，先把它按一按，让它恢复原状，让它恢复清理刚刚那个疲倦。会你眼睛一直老化，就是那个疲倦都没有清理，它也在累积了。简单讲是这样哈。所以我鼓励大家保维士，如果你要爱睡也这是更厉害了，保维士。好，第二瓶呢，我跟各位讲苍益生。好，我们的肠子，我们肠子是吸收的地方，如果你肠子吸收不好，你吃保健食品，有些人吃保健食品效果不好，为什么？因为他肠子吸收比别人差。那肠子是一个菌的世界，就是一个菌的世界，你把肠子打开，事情都菌。
那为什么我们健康的人没有生病，你要养生，至少一天一颗美乐家这个苍蝇生？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大人每天的菌会死亡20-30亿，20亿到30亿每天就会死掉这个量。那我常说现在的演讲者都没有能力讲谎话，因为全世界的学问都在手机里面。你不相信 Google 一下，对，这是花心上面待机啊，哈哈哈，是不是？哦，配乐的，对的，配乐哈，看大家，给大家听，演讲上过不了哈。所以演讲刚伊未使你打电话未讲，因为啥啦？啊，我有一次讲这一瓶百里芦醇，在饭桌上，我说这一瓶呢，百里芦醇，我们荣总的医生用百里芦醇在美国获得抗癌第一名头衔。一个小女生18岁，因为喜欢手机，她头低低的，我不想让她干，我不知道。突然间我讲这句话完没有很久，他就说，哇，叔叔你没有骗人，拿我的手机给我看，他的手机说，叔叔你没有骗人，哦，我吓一跳，我那时候我就警觉到说，人家话真的不能乱讲，对，因为全世界的学问就在手机里面，他打什么，他打百里芦醇就跑出来，荣总医生用百里芦醇在美国抗癌第一名，里面都有记载，他说我没有骗他，就是等一下我来讲，我先讲这一篇。我说过哈，为什么说如果明天公司规定说保健食品你这个月只能买一瓶，那我就选择苍蝇生啊，胃坏，因为它对吸收最重要。如果我今天没有其他保健品可以吃，我可以吃其他的饭啊、营养素啊，可是我不能吸收不好。所以其实我们的肠子就像树的根一样，你这个树的根影啊健不健康，关键这个肠这个树根，这些树的健康关键这个树根。那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关键像树根一样功能那个肠子，那你要知道怎么照顾那个肠子，关键就是乳酸菌的好菌的数量，它占的最关键的原因。那更是每个人需要，不是说我给那等下问题才需要说，哇，我等下问题，我便秘，我抵抗力不好，我造血功能不好，我免疫力失调，我才来吃苍蝇生。No。所谓的保养保健食品是在健康的时候保持它恒常的健康，叫保健食品，只是它不是药，它是个食品，所以任何人吃都没有问题的。尤其是癌症病，除了是你癌症病，这样一颗多少菌，我们每人家100亿菌、哦、我会鼓励癌症病人可以到达300-400，如果是癌症病人他恢复会更快。如果你是过敏者，一天至少要2颗，过敏，鼻子过敏，皮肤过敏，体质过敏，胃肠过敏，过敏有4种，过敏有4种，通通适合苍蝇生。所有的过敏者，因为肠子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免疫功能的地方，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什么？好，本我们一颗多少钱？一颗20块，对吗？哦，效果非常的好哈。所以呢，我会鼓励大家用保养。如果说你很想孝顺爸爸妈妈，希望他们能够很健健康康，可是你经济非常有限，我会鼓励这个爸爸一颗，妈妈一颗，好，就是这样。就非常的好，鼓励。如果说在经济考量之下，好，再来我要介绍这一瓶。我刚刚呢跟啊，今天天上来听课的那个啊，这个某某哈一起用餐了哈，他说这一瓶一定要好好讲，他说这一瓶要好好讲，他今天来就是要指示大家好好听这一瓶啊。他特地跟我说，而且跟 DNA 他说这两瓶会救谁了哈，救谁？提定的人就希望讲，就爱赶紧上啊，特别对癌症病人。诺丽果汁有1000多年，在南太平洋。好，那在1937年，海尼克博士，他是个生化博士，他发现什么？发现我们的细胞能够修复，靠我们蛋白质。但是细胞的蛋白质能够完全修复的功能，需要一个酵素，那个酵素叫做海那个啊赛诺宁。发现凤梨里面的赛诺宁，啊很多，所以凤梨酵素。啊，对抗癌啊，抵抗力的 啊，对我们的新陈代谢都非常的大的帮助。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是目前这个世界上赛诺宁含量最高的东西，它是凤梨的200倍。各位挖一下，哇！所以这样喝一杯啊，吃200颗凤梨，各位选择哪一边呢？喝一杯就好了，喝一杯就好了。它的最大的功能在哪里？它最大的功能就是修复细胞。各位，我刚讲过哦。所有的疾病只有一种病，各位记住，它叫做细胞故障。各位，肝病是肝的细胞有问题，胃病是胃的细胞有问题，通通是因为细胞问题。西医把它定名，问题发生在哪个部位就取叫什么病名，原因在这里而已。
让你明白说，哦，你肝病哦，伊让你知影，你细胞出现问题在肝的部位，你可以你肝病是安尼，没关系。努力最强项是什么样？记住这句话，他有能力让不正常的细胞变正常。各位记住这句话，他有能力让已经扭曲的、生病的、快要半死不活的、快要中风的细胞，他能够恢复正常。哇，这个很炫哦。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是那么好喝，对吗？有人第一次喝以为喝到酱油，啊，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好，但是各位，我们身体是灵敏的，各位要相信，越难喝的人就代表身体越糟糕，记住，真的。所以你喝的越难喝，你越需要喝，你不相信吗？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好喝，恭喜你，你的细胞越来越健康了，你的味觉已经很棒了，所以味觉不会骗人，一吃哎呦就拍起来，就像一些芹菜啊、红萝卜，一般人不喜欢吃，它很营养，你都不爱吃的东西它都营养，这个很神奇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诺丽果汁好喝，如果要为了好喝，它配合我们的熊宝宝南美口味的最好喝，如果像是夏天你加一个养乐多，哇，如果你不忌讳一点冰块，哇，它真的是好喝到不行啊，你喝完会再想啊，再喝续杯，再续杯，真的你可以踹看，非常的好喝啊，如果为了口感的话啊，诺丽果汁啊加蓝莓的口味，加个养乐多，加个冰块，哇，那个味道是有层次的，我也不会说是有层次的，那各位都可以体会看看，但喝一个月之后你觉得身体很棒，好喝，享受它也会变成很好，这是诺丽果汁。好， DNA 2006年啊，医学诺贝尔奖，医学诺贝尔会有一个规定，要得医学诺贝尔奖，这个产品要在人间运转20年临床才可以申请医学诺贝尔奖，这一瓶8年的医学诺贝尔奖，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所有医学诺贝尔会的委员他们共同认定，赶快贴医学诺贝尔奖的标签给他，为什么？因为发现他太神奇了，赶快给他医学诺贝尔奖这个标签，可以去救世救很多人，所以8年迫不及待破格破纪录，不能当个20当才给他医学诺贝尔奖，哇，这个哇，这是很棒。那 DNA 呢，它最厉害就是能够什么，能够让细胞重生，各位要记住，诺丽它有修复的能力，细胞有重生能力，修复跟重生哪里 different 不一样，各位要去搞明白。当然很多癌症病人如果经济许可，两个都喝，好，如果经济不允许只能选一个，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经济的考量，经济可以的话两个都喝，一个可以修复它，一个让细胞新陈代谢重生变成非常的顺畅，把癌症细胞汰旧换新，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是把癌细胞变成正常细胞，一个癌细胞让它汰旧换新死去，然后换一个新的健康的细胞，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所以在2006年那个报纸它写得很清楚，包括癌症，包括这个艾滋病，包括疑难杂症，医学上开启的新的一页就从 DNA 开始。那 DNA 最可惜就是因为它是不是树的，我们树中老师在后面，我就常常讲他的故事。树中老师呢，在47岁那一年，有一边他喜欢喝汽水，在路上吐血，他不相信47岁就吐血，所以在路边用力再吐一次，再去龙山寺跟地藏菩萨说，对菩萨，我这世人都不敢害呢，怎么那早就要把他收回去了，你不要这样，他就是直奔台大医院去检查胃癌，他就靠我，他很紧张，其实我现在要怎么吃，他现在靠我前一天，他跟地藏菩萨发愿说，我现在都吃素，你不要我死，我孩子还小，对，47岁而已，我如果好认真做美乐家救世，法官叫他们靠我，我叫他吃 DNA， DNA 不是素的，他说我到海长的菩萨法官说要吃素，你今天是叫我不吃素，哇，这样很矛盾的，所以又找他地藏院那边跟他拔杯说我为了救命，你让我喝 DNA， 地藏菩萨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样拔整杯都没杯呢，我跟他抽签就跟他骂，说你长牙说要吃素，
哎呀，好，伊讲我这菩萨足灵感的，那你跟我对话，你好好足恐怖，那你我面前跟你讲话同款哦。一个无大，一个靠我，我提升我怎啊变喏？我讲我你跟菩萨讲，好，我为了救命，无安尼交换条件，条件。你甲讲我念一部《地藏经》，换一杯 DNA。真正呢，菩萨嘛慈悲的哦。伊讲好，安尼好，成交哦。其实，其实这个故事，其实我感触是什么？我们有些人能喝他不喝啊，人家是要跪两个半小时，那个地藏经送完才可以喝哎，你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要喝吗？对吗？感触很深所以呢师尊老师呢一年拢无都不做美乐家哦，迄阵的时间嘛就养生啊，喝 DNA 养生啊，骑卡车，哇，一年后完全好起来。因为第一后生发愿，爸爸，我长大要做美乐家。因爸爸讲为什么？因为我看你逐天骑卡达车，吼、哦，一年了百几万，这款的事业我要做。伊赶紧讲，恁爸咧拼命，你都唔知道。所以师宗老师呢，好以后哦，哇，他快速的上执行。他从我们新的制度改变以后，每个月都正成长。为什么？因为他珍惜他的命，他说：“我还真要救命！”啊，体会到美乐家无做，佮加百几万回，体会到美乐家这个生意真的很好，持续收入，在这个时候体会比别人更深，所以他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带动。所以其实 DNA 其实呢，他是你要告知他吃的时候，你讲坚持收，但是在佛门有方便法门，方便法门中为了修行，为了救命，在情况之下可以接受，因为你若无命，就无法度修行了嘛。咪讲我接受啊，但是你不名哦，未使破解哈、哦，你甲菩萨讲，我好我会认真修哈，这个佛门是可以开方便法门，当然有些是不跟众生结恶缘，所以他们在这个立场上，但这个很好，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 Noli 以前 Noli 还没来，可能就是没办法Noli 这是 DNA DNA， 但当然 DNA 这个都是要冰，像这种天气要冰保存好，因为这是玻璃的。当然你不要听我这么好，一个礼拜就喝一瓶，有人一天喝一瓶，有人一分钟喝一瓶，真的呢，要喝一杯其他的打破我哈、啊，所以要好好照顾他哈、啊。好，我来讲 SS Bar， 也许你不相信总裁对这一瓶最满意 SS Bar 能量，我刚刚讲能量但没有想到，这天底下能量不一定来自练气功，不一定能做好事。能量竟然有一个东西来自吃的，就是美乐家这一瓶 SS Bar。如果最近磁场不是很好，或者运气很低，或是笑不出来，或是就是无力感 ，SS Bar， 因为你的能量太差了。能量有一种用假的，就是美乐家的 SS Bar， 用假的能量而且它厉害在哪里？厉害在转子为能。所以他吃的时候为什么要空腹两个小时？各位，关键地方在哪里？他获得的专利基转在哪里？他的利用碳水化合物的固定比例获得的世界专利。各位，所以你在吃 S bar 的时候，如果没有空腹，你在外添加的东西来的时候，就会破坏它产生碳水固定比例产生的效果的那个基转，你就把它破坏掉。各位听懂这个道理？他的厉害竟然可以转脂为能，脂就是你身体不好的脂肪这些，它可以转变为你正的能量，这是它很神的地方。他当时发明的时候呢，这个博士呢，医学博士呢，他也不是为了减重而来，他是在加拿大，他是御寒的，所以叫了一道光啊带血。相对是什么？我们发现是他很多人应用在减重上，这种减重跟冰雕的效果完全一样。什么叫冰雕冰雕就是拿一块冰。如果你要画一只青蛙，要标出一只青蛙，我画这个代表是青蛙但各位都看不出它是青蛙，但先相信它是青蛙画图很糟糕了但是是青蛙眼睛画亮一点就更像了一点OK 你假设这个是一块冰你要冰雕出一个青蛙，就是把不是这个土的冰块弄掉，剩下这个青蛙，这个是冰雕对吗？我要讲 S 吧，它的厉害在哪里？它吃进去体内以后呢，它像导航系统，没有脂肪不要瘦，哇，这里没有脂肪不要瘦，有脂肪瘦，它就会导航系统一进去，所以不会说不想瘦的瘦，要瘦的结果没有瘦，
有些人在外面减重会不会这样？外面减重好吃西药，我们都知道会有效果，但是身体搞砸了，对吗？好，中药也不会离开太远，中药那个方向使药的方向也不会太远。有的针灸一扎一次瘦半公斤，可能扎了几次停顿在那边，可是扎了几次要去针灸。有我的朋友说啊，开车到半路撸熊撸姜，搁照等来，为什么？因为一次扎八针，熊还被姜我撸熊撸姜。去减肥中心有时候一公斤10000块，没有很久又复胖。S SPA 太神了，它就是会把你身材像饿了兔子。这个还不是他最擅长的，这个、还是不是他最擅长？他最擅长在哪里？当你婀娜多姿的身材出现以后，你五脏六腑的脏东西，他把你清理掉。这个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可是，竟然很多人觉得什么？觉得是，啊，还要运动，可惜。可是这个运动不一定要正式的运动，打小孩也可以。好、哦，所以他就是动就可以了，各位。因为动才能够燃烧，各位哈、哦，擦玻璃也可以说啊，这个还要运动，动不分劳动，正式运动哦，都可以，跳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哦，就是你要动，不要静静在那边。但我跟各位报告好消息啊哈、哦，现在我们香港美乐家、大陆美乐家有一瓶哈、哦，如果你能够买到一瓶，我看他们微信里面讲啊，姐姐，我今天又买到一瓶了，我都很兴奋呐、啊。我们新的一个产品哈、哦，燃脂的，吞下去躺在那边瘦掉。哦哦快要进来了，快要进来了，血管的吞的早一捆都散呀。各位哈、哦，你可以相信吗？大陆的量那么大，每天都缺货啦，啊去买了一罐哦，掰啦呢。哦，你啊讲吼，都晓掰就是讲，你晓掰你怎样？哦，我买了一罐啦，你看偌厉害。香港也是，男子最近男子。一家都算了、哦、这个很棒、哦、很棒、哦、但是它跟 S8 还是不一样、哦、不一定说、哦、那个是完全可以减重的功能，但如果你走 S8 的时候的，它可以整个你的五脏里面的代谢变年轻，这一点是我最推崇的。所以其实我会鼓励、哦哦、我看过两个见证，一个是在台湾、哦哦、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健身都一样，这两个人，一个台湾这个是女生，马来西亚那个是男生，也健身起上，这两个人特质一样，做大颗，那么做结实，用过很多的减肥方法，通通无效，你两个人的特性是啥呢？哦，做大颗啊，我做结实哎，哦，哎，用什么运动方，什么减肥的话，用过，这个、哦、台湾这个，一直加，啊，如果散哦，但也目的是要散。不过伊感觉喏，伊去检查体脂肪，一直降低，感觉身体比较健康。所以啊，无要紧啦，大苦无散，无要紧，较健康嘛有价值啦。伊就安尼想，食3个月，拢无散哦。啊奇怪，哎嘛无要紧，我都一皮肤嘛变好哦，因为代谢变好，皮肤也变好，较少年较水，我体能变好，啊较健康。啊我无散，啊不过伊目的是要散，啊嘛无要紧啦吼，体脂肪较减低啊较健康较水，皮肤较好嘛无要紧吼。啊食。吃到4个月百二天的时候，噗，全散一半去了。哎呦，不知道怎样，所以我就研究这个机转到底是怎样啊？那没散，用条小风去，啊，全剩一半。我把这个见证给他，叫马来西亚这个讲，伊嘛呢哦。因为这一半拢无散，但是吼，伊嘛感觉体能变好啊，体重拢感觉拢无散，拢快。啊，足奇怪，到120天的，竟然噗，安怎，怎少一半？可会当得只狗啊？就瘦很多。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属于那种坚强不瘦的那一种哦，还有毅力改变，无毅力变输啊。SS 八哦，足强的。他，我觉得他是一直在酝酿哈、哦，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给你白吃，没吃的，你讲吃的完全不好，我人太急性，吃一礼拜讲不好，你就不爱吃，非常可惜。这是美乐家的宝哎，总裁每年的年会都讲这一瓶，你知道吗？他这绝对有这一瓶是美乐家的骄傲啊、哦，非常的了不起啊、哦，非常了不起。好，报告一个好消息，这一瓶是什么？巅峰，搁几个月？注意听哦，搁几个月
个几个月就早晚包啊。Yeah！ 闹出来吼，大家拢讲一包的，三十五点都无问题啊。巅峰组合，巅峰组合太强大了，火来宝，火来宝是全世界里面医学中心呢里面最强大的。他们呢对这种检验产品的特性哈非常强大。结果那个火来宝那个医学博士他一个讲，他这一辈子检验过的产品太多了，伊拢无想要吃。严的没人家这罐巅峰组合，伊讲无吃哪会使，无吃他冻袂掉，家己都跳落来吃，每天。检查自己的身体，因为什么？你加了一点钟就产生作用，所以如果 TK 的哈，先给检查身体，较吃些。因为美乐家最厉害就是试吃，这么棒的产品，人体实验过这么棒的产品，竟然可以试吃，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没有什么副作用。好，所以啊，这个啊，我还不是很强调它，因为我会鼓励大家现在先吃不一定，因为不一定还比较方便。你这哈套回哈，很冷掉，很傻掉，很冷掉，只要加个卵去。这个一张嘛，吃对罐嘛，唔知啊哈。啊，你都唔知啊，你的朋友来知啊。伊嘛，甲伊问讲，我嘛唔知吃对罐，嘛唔知哈，真乱啦。好，那 V 六其实某一天我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我听到总经理是前任总经理，那时候 V 六说，我们现在有一组产品，他就跟我们讲，因为我 EDC 嘛，哈，就是秘密啊，开会都不能讲，要来还不能讲。就是讲 V 六要来的时候，我那些那时候心里就非常的开心，我就把这一瓶当做仙丹了，真的。因为一报告说里面有六种产品，各位哈、哦，我就发现所有的疾病透过六种产品的机转，它都可以得到一个改善。因为我们人哦，各位 V 六里面有什么东西，各位知道吗？来来，念一下，念一下，维他命。维他命三颗，钙四颗 ，CV，CV 心脏的鱼油，鱼油六颗，好，就这六个产品哦。肠胃的，那各位知道它的机转是什么哈？那机转是什么？我们人哈，这样血两撇，这人里面的细胞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氧量，一个东西就是营养。就是这个两个东西，好，那你看这六品的结构哈、哦，第一个氧，它氧量是什么？氧量就是这个思维定跟 CV， 就是超氧的，跟练气功一样，跟练太极拳是一样的。你在身体吃以后，血液产生1.5倍的氧量出来。营养它给你完整的中维他命多维，好，我们的钙，好，再来什么？整个血管 ，CV 有血管，你要。氧跟营养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就像那些破产啊，农夫插秧的时候，也可以用水路。这水路在施肥的时候，肥料能够跟着这个水，水就是很像血液中的氧，那肥料就是营养，可是要跟着这个水路水路，因为水路就是我们的血液畅通，没有阻塞，到达任何个地方，是不是有？最后什么？唱一声，你吃的东西肠子都完全吸收，它真的完美无缺了。所以其实我在上个礼拜听到哦，这个高血压，这个二十几年高血压，他每天吃安广广阿讲广广阿讲广广阿讲，还讲一单哦，血压、糖尿病什么都能好。其实它的原理我们了解，急转在哪里？所以其实 V 六我非常非常的推崇哈。去年的医学家做一个新的理论。什么理论呢？所有的疾病来自于肝脏，这个理论我在学医的立场上我非常的认同。为什么？因为肝是一个解毒中心，那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来自于毒素的累积。如果你的毒素不累积到一个程度，你根本不会产生疾病，因为你自然有办法排毒，你不用怕你吃了啥，根本不用怕你吃了啥，因为你的肝主人就会排毒。所以有一天你有什么病，你那个病了，那个细胞的毒素已经累积到某个程度，就是你的肝脏的功能失去它的工作的一个能量，这个时候需要这个。所以我鼓励大家，现在的人呢，其实特别需要这一瓶保康氏保肝的。美乐家的神奇在哪里？他用了五种对肝脏解毒最强大的，变成他这一瓶里面的成分。最厉害的就是那个洛神花，各位去看看它的比例哈，这一瓶里面的比例，各位看看它成分的比例，洛神花是第一名。再来解毒之皇后朝鲜剂，再来五味子，五味子对、哦、肝脏肾脏效果都非常的好，五味子。
所以这一瓶哈、哦，如果说你是比较晚睡、熬夜、劳累，哦，你是兼差，我、哦、要白天上班还要做美乐家，啊，外食在外面吃东西，好、哦，或者觉得你是一个责任感或压力很大的人，或者是说啊，你啊，就是啊。比较好、哦，觉得说啊、就是啊、睡眠比较少，好、哦，特别一定要需要保肝的。那如果说你有 DOTGPT 已经失常，你一定不要吃到蛋。我在以前 B 型肝炎，在30年前我就包衣，来让看我的病人 B 型肝，我是包衣，那时候医生都医不好，我跟他包衣，但是一定要病人不能吃到蛋，蛋是大忌啊，没有一种食物的胆固醇超越蛋了、啊，几个冷清的单位胆固醇。好，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蛋啊牛奶很营养，这个概念来自哪里？来自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人肉吃很少，所以蛋白质啊被吸收，这种所谓他们心中的营养就透过牛奶跟蛋。现代的人营养过剩，所以能不吃蛋就罢了，而且现在蛋几乎都哦专门啊生蛋的那一种啊，就是鸡啊鸭啊，这个啊蛋都是有吃那个抗生素让它快一点长大的那种。食物啊，长大过程最好就牛奶就更是的，牛奶真的会让你骨质疏松。在10年前就有医学这种概念，其实这2年哈佛医学更证实，造成骨质疏松最厉害就是牛奶。哦，那吃牛奶就是要补钙，现在才发现说夭壽咧，是怎样牛奶会让你缺钙？各位了解，因为牛奶本来牛奶是牛四种胃口我都吸收的那个钙质、蛋白质，那咱胃根本都无了吸收，啊，无了吸收了，一来的时阵，佮咱本来遐会佮带走。伊即摆来到你的，吼、哦，世界的时阵，伊就讲吼，行来行来，走来走，佮你本来佮带走。是太有这个能力了，啊，家己无好都无好，佮带人走，对嘛？所以钙都是缺乏。那个原理大概是这样，那个基转，哦，大概是这个原理哈。各位去慢慢，可是现在医学是证明，所以不要迷恋牛奶，真的很好，不要去迷恋。好、哦，那牛奶确实可以让人长得比较快，好、哦，但是呢，喝牛奶长大，你注意看，跟喝母奶长大的小孩有什么差别？喝牛奶就是哦，长得又高又大，但是哦，像骨拱拱拱拱，啊，因为喝牛奶嘛，对吧？哎、啊、吃人奶的比较聪明，啊、哦，这个啊、哦、不，啊、哦、那啊、哦、有个功力得给啊。OK， 好，保康氏，好，保康氏，所以各位啊、哦，保康氏，我要鼓励大家每天2颗保养自己。好，好，那时间的关系，最后呢，来啊、熊宝宝没有讲，我熊宝宝一定要讲。各位知道吗？我们瓶瓶罐罐如果摆在地上哈、哦，卖的第一名的数量是熊宝宝，好、哦，熊宝宝，熊宝宝，熊宝宝是数量占第一名，好、哦，那熊宝宝这么受大家的喜爱，它效果非常的好。好，我们哪一餐最重要？三餐。早餐。那各位知道早餐为什么那么重要？一天24小时里面，身体的机转怎么弄？一天24小时里面，身体是早上4点到中午12点，第二段是中午12点到晚上8点，第三是8点到晚上，明天早上4点。我们身体24小时它是这样运转的：早上4点到中午12点，它做新陈代谢；中午12点到8点，它做营养的吸收；它8点到4点，它是休息的状态。所以晚上8点以后。你尽可能的不吃东西，所以有的修行人过午就不死了，他一跪中岛他就不吃、哦、所以越暗越不吃东西是越健康的，因为天色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代谢也会跟着缓慢，缓慢就是你的代谢会差，如果你吃东西进来你一消化代谢就会差，就会造成累积毒素的、啊、多，所以他累积掉你就不消化嘛，所以为什么说碰到对面你哦，你得愈暗食物件，木头碰起来未消啊，就短命，碰多就短命，还有意思哈、哦。所以8点以后尽量卖食物件，哈、哦。啊，真正真枵冻未掉，咱的囡仔读书读到真晚，还是讲你得加班回来，真枵变怎？请食熊宝宝，这对呀。哦，但是咱先来讲下早时哈，为什么早上我们熊宝宝最重要？早上如果你2个对，连癌症都会因为熊宝宝而好。而就不是，我不是说熊宝宝可以治疗癌症，但是治疗癌症的是你的免疫功能，你一定会相信免疫功能可以治疗任何疾病。当它启动的时候，那为什么2个对，你早上会启动你无限的潜能？那2个对，第一个吃早餐的时间对，吃早餐的内容吃对，这个2个对。所以为什么这个吃早餐的时间对？你看我们的时间的运转哈，
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七点九点十一点，一点到三点行到干，三点到五点行到稀，五点到七点行到长啊。这个是吃早餐的时间，对。如果你在早餐是五点到七点，它的吸收会比一般强很多。那个灯啊，足奇怪，那个灯啊是七五点七点，伊是活药啊，的活药，迄绒毛的真活药的，干那伊要啊要食物件，干那囡仔吼，哦，伊时间到要睡觉，恁感觉迄绒毛的真活药啊。要过迄阵子足济人要搁你困，要搁你困，要过绒毛的开始用我中国药要吃，伊食啥？伊食前天留下来的大便。所以为人早餐拢食啥呢？伊也无食啥，伊都伊迄阵要搁你困啊。哦，啊，绒毛的自然吸收啊，啊，所以对身体是较无好，哦。所以如果你吃的时间要对啊，好，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好，卖先话家，那七点半高点就行到胃啊，哦，啊来的个假早餐的等于一种伤害啊，哈。好，吃的时间对，吃的内容对，内容就是能够营养够均衡，而且容易吸收的。那我们来讲，有些早餐是很不容易吸收的。第一个糯米类，来在座的妈妈，什么是糯米类的早餐？念一下。饭团。饭。粽子、油饭、饭团，这些都是糯米类，唔好你也在一起加。你养成习惯，你身体就坏掉。所以身体是你因为这样吃的坏掉的糯米类。再来就是可怕的，就是糯米类，很多人都知道，好、哦，它不应该是在早上吃。可是一个最可怕的伤害性的，它默默让你死，你不知道的，也是不应该在早上吃的，是花销类。什么是花销类？面包、馒头、三明治、油条。所以我跟各位说，花销的东西不要在早上吃。其实早上要找到好的东西吃根本很难，只有什么熊宝宝，很重要。那我们不能自夸自擂啊，为什么熊宝宝？哦，你讲爱金鹤被他证明，各位相信吗？你早上如果五点到七点喝熊宝宝，大号就马上给你证明，很棒。世界卫生组织把我们的健康大号列五个标准，但起码能什么都国际化，连大便也变得国际化。好，有五个标准，五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它是什么？它是金黄色的，金黄色。在座的妈妈，你都看到你亲生儿子第一天出生，如果大号的时候，要迄颗像黄金咁款，迄阵都无照相机，得个翕起来。哦，金黄色。第二个是整条的，就金珠安呢，哦，金珠安呢，规条碎碎，花亮花光了，整条的。第三个是，哦，无臭的，无臭。为人去便所便秘，家己想毒死家己，因为那个厕所不大、啊，哦，又热又没有冷气呀、啊，我又便秘憋出来，哇，我够臭的啦。有当阿死，不是便秘死，是毒死的，因为哦，小臭啊，小臭哈、哦，哦，啊，为人放屁就知影。所以、哦、想屁怎么样？不错，臭屁不响。你看哦，一放屁啊，做大声，噗噗噗，代表你的肠子力量够。所以那放屁大声，你听演讲的时候放屁大声，一点都没拍死，因为它代表你很健康啊，你很健康。最拍死的是什么种人？一放屁拢无声，边啊个拢昏去，拢毒死啦。上重要找无凶手。臭公公，你放了，都唔敢承认，又太吵了呀！哦，你袂使承认啦，哈、哦！对对对，哦，所以呢，放屁就知道你是不是肠子是不是很健康。好，所以无臭的。第四个是浮在水上，爱浮里顶管，为人放尿阿袂冲水吹无，为什么太叮当诶？你知唔知啊？食饱食伤济，食素拢浮起来，要浮起来毒素较少。上重要是一天两次。哦，我前朋友讲，哦，老师，我每一天两次，但我无改健康先啦，因为我闹两遍。五个条件要具足。如果你可以在早上五点到七点喝熊宝宝，真的不会骗你，你去上厕所就符合这五个国际标准。你把它用 Facebook 照相，上 Facebook， 被给你按赞，你得上总监啦、啊。这个月推上总监推荐四件以上，有多少奖金啊？几万块呢？你放一步会是不可探一般，你别对谈啊，每日家也当啊，哇噗噗哎 ，Facebook， 靠靠赞，咖喱嘛洋洋得意啊。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小孩，如果吃熊宝宝，跟他讲，一定一个礼拜早一天，哦，上完厕所不要冲水，给妈妈检查一下，真的你会很满意。哎，小孩的健康状态这非常重要啊。我点来鼓励，为什么一定要喝每日家熊宝宝？你白白早餐开三四十块，咱也嘛三四十块啊。
边边开30块，你定要开啊？开只健康个方便，你切切个一分钟就好啊。你也免去外口吃早餐啊。啊，你也吃面包，我们还有麦片啊，对吧？加个麦片，就很好啊。哦，对对，血液、对胆固醇各方面都很好。好、哦，好。其实呢，保健品非常多哈、哦，因为今天我请主办单位带来十种。好、哦，其实好、哦，如果你真的要养生，这些是够。但我鼓励大家不要全部都吃，因为有些是会重复的，好、哦，会重复的。有些产品吃的半年、一年停止是很好的，因为细胞有本来它的潜能。如果你一直产品持续很多年不停，它某部分的潜能也很难发挥。所以我鼓励大家，比如说啊，三个月吃 CV， 三个月之后呢就改保维士，哎，这个对细胞它本身的潜能的修复恢复是有帮助的。各位去了解这个部分哈、哦。好，所以呢今天很感激，今天其实人数让我吓一大跳，因为我不太讲产品而已，怎么那么多人来？我们啊要掌声感谢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欢迎他们好不好？好，好，好。啊、所以呢回去啊记得哈、啊、人生有什么问题啊请对不起请原谅我去选你。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可以选择啊这个零极限，当你未来两个月想要修复你生命健康财务家庭状况的任何问题，你选择零极限，我选择你选择一种。有人可以选择啊这个疗愈密码，四个疗愈中心都非常有效，你要坚信60天，那就不辜负你今天来听我这场演讲。那其实保健食品呢，其实它真的有很强大的功效，是来自于它的一个产品的成分跟它的使用方法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最后我很期盼是说，对你的身体一定要抱持一个正念的信念，对你的身体有信心，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的心理的反应的镜子。所以我们用投影机投影在墙壁，其实你发现墙壁脏了，是不是墙壁有问题？不是你身体有问题，是你投影机投影出来。所以你要去找投影机，那个投影机就是你的心、你的压力、情绪投影到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是无辜的。那照你当一个细胞的主人，你要起心动念，要正念、慈悲、善良，帮助别人，然后对，最终是对自己有信心。这个是健康的不二法门。要感激各位拨空时间来，我想透过今天啊，我会带给你个人、家庭还有这个社会的健康。希望今天的演讲对大家有帮助。好，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哇，是不是很精彩啊？听完之后，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有一个冲动，很想赶快全部去买来吃吃看，对不对？哈。但是呢超市已经打烊了齁，所以呢明天请早。那我想今天我们在场有很